显扬啊，你的清净没有常乐我净，真的是一直是一种状态的话，那么你谈到众生本清净，哪需要修发法平等圣凡不二，那是在讲我们的离体，但是你这并不显现啊，这种狂妄之语要小心啊。那杀人放火也就没有果报，哎，黑了一天我一搞台，所以我改台，答案还是在因果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有些时候怪怪的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，阿弥陀佛。